技能，有点麻烦。青蛙们生气了，关我屁事。好肥的蝙蝠。那个宝箱，哦，好像要回去最开始的地方哎。这样子我要跑到最开始的地方是不是有点麻烦？还是等一下我结束的时候会回去门口？我知道啦，我之后再开就好啦，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开？奇怪。魔王太大只了吧！恶骨魔力是从那头魔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吗？开户开户，快把姐姐大人还有大家还来！小时候曾因遭遇魔物而被精灵救过一命，现在精灵们需要我，说什么也不能害怕或逃避。伊芙很感动，可是，哦，你绝对不要勉强啊！这些玩意是我先前从这搜刮找到的，在战斗中应该会有帮助，全部免费送你吧。耶耶耶！谢喽。
啊，只是要走。哦，我以为技能就是魔法
不行，如果没有贤者之石作为媒介，任何方法都无法奏效的。不过王子殿下一定会有办法的吧？好像很帅这样还不露脸。不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只有一个人。哦，好像很帅这样。我需要你的力量，贵族，眼睛发光。咦？嗯？我吗？我懂了，他就是你所说攸关我们能否找到世界树的关键。诺希特的指引是正确的，只有命定之人才能理解世界树的意志。贵族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要回报精灵的这份心意，必须由你亲手完成。嗯。衣服，哇，衣服出来了，大家都出来了。姐姐大人，还有大家，欢迎回来。天哪，我是在做梦吗？好多精灵啊。谢谢你这份恩情，精灵们永生难忘。梦中的精灵，时间不多了，吾乃大精灵艾雷尔，吾必须转告这个世界的命运及未来，无论诸位相信与否，皆请铭记在心，愿闻其详。神企图将身负七人罪的人类从历史抹除，再次重塑一个纯粹无瑕永远的世界。当守护万物的世界树被摧毁后，届时无论人类或是精灵都将步入相同的命运。犹如光与影般，人性的黑暗永远无法抹灭。即使如此，并没有牵连其他物种的理由，不是吗？鸟翱翔于天，鱼徜徉于水。哦，我讲话好文绉绉。人类和世界相连的紧密程度远胜于想象，要根绝一切的罪恶，更如浩瀚繁星般难以计数。精灵仅仅是自然的调节者，并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违逆造物者的意志。吾等所能做的，只有让人类尽早醒悟，并祈求自身的未来。难道除了坐以待毙，没有任何方法了吗？方法有两个，其一为弑神。因此，我们试图调查世界树的所在，于中焉兵器方舟降临时将其击坠。等等，就算搞懂并相信你们说的一切，但世界树的存在从来都没被文献所证实，就连当今文明也寻遍不着痕迹呀。原因很简单，世界树并不扎根于陆地，而是坐落于天空。人们自恃才能，认为通盘了解，事实上却是一无所知。精灵师长大地，难以窥视。太多了，太饶舌了。我们知道要使你们幸福不容易，因为相互猜忌、欺瞒，双眼与心灵皆已被蒙蔽。无论诸位决意如何，精灵们均皆予以尊重。人所能做的，便是给予至高的祝福。遭遇精灵的时刻，未来的残酷却也赤裸的浮现于眼前。无法直视的人们，使神话终究沉寂于空无的幻想。在女神的指引下，相互交汇的光芒将改写命运，撰下未来的星野。当玩家于各章节完成时所查，在仅此一次的选取机会中，将有一半的几率获得额外的赏金。什么意思啊？奖励时间，抉择之间，机会命运，我要机会啊！哦，获得1000块。